次到焦点再来看到台北地检署侦办男童凯凯案遭到保姆虐死案呢，除了这刘姓的保姆姐妹双双被起诉，现在检调也另案来侦查，发现当时要负责督导的俄服联盟这名女社工，其实呢她在访视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凯凯已经受伤，但是两个叔叔他没有进一步来关心，还反倒呢跟保姆一起来扯谎造假这访视的记录，因此现在今天最新发展被检察官以过失致死以及伪造 等罪嫌起诉了这一名陈姓女社光。